回去了，给我发了私信，就是说觉得我就是很好很好，没有跟别人一样，真的。但是直播间真的被人能带偏，我自己也不高兴，我自己也不想发脾气。唉，有时候又找不到话题，你们不理我，我又生气。真的，人性是没底线的，素质差的人认识就行，不要深交。嗯，真的。所以说希望，对吧，喜欢我的家人们能够多多体谅一下我，也去就是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我，就是不要一罐子打死我。真的没关系，直播间总是有黑粉，无所谓了。对，是的是的，家人们。所以说咱们就跳舞吧，该说的也说了，对吧。我自己就很容易失眠，哎呀真的，啊，我也不想这样，我也想躺下就睡觉，睡又睡不觉，真的。还差4000点点赞，还差4000。我就喜欢你跳舞好看，感谢啊，点点赞点点赞，对吧，点点赞。我感觉就是，好累呀，啊！点点赞，点点赞。内心不够强大，哎，对。说来说去就是这个意思，对。说来说去就是这样的，人家看着表面上弱弱的，内心比谁都强大啊。像我就不行，真的。我喜欢你弟弟。小姐姐，你的眼光没有错，我弟弟很帅的，你给他点关注了没有？哎呀，突然这样一说把我逗笑了，真的。不要在乎那么多，我把屏幕都点停了是吧。谢谢洋葱哥，洋葱哥是成都，是不是成都的我又忘了。嗯，但是他前天来看过我，嗯，也现实见过我。美女跳舞好看，快乐开心快乐每一天。好，你弟弟是康巴汉子，不是康巴汉子啊，笑死我了。还有人喜欢我弟弟啊，来还要来我直播间和我说一声，哎，不得了不得了。没删的哦，好好好，给你们看一下我弟弟啊。小姐姐你的眼光不错呀，弟弟给你们看一下，有没有喜欢主播小姐姐的？你亲弟弟，不是表弟啊，表弟，啊，有有有，直播间的你们应该都喜欢我的，嗯，所以我经常认为是这样，有时候就不是这样，嗨，帅吧？没有我好看，你和你弟弟一样高啊，是的，是的，嗯，你帅气。人家弟弟还年轻就打人家主意，没有关系啊，喜欢是可以，爱，对吧，不能乱给，喜欢可以的，喜欢谁都行嘛，花花草草走一波。对对，大哥说的对，家人们点点赞哦，还差，我看还差60000了啊，可以跳舞了，可以跳舞啦，可以跳舞了。我们俩点赞量都是很高的，我们一起拍的时候人家都说啊，哦，这两个兄妹好好好看，就这样，好好跳一个啊，人家都觉得哦，这登真害羞的很。对对，弟弟比较害羞啊，弟弟比较害羞，但是现在他习惯了，他说他这两天买了一套比较好看的藏装，他说姐姐我们俩哪天一起拍，
他现在不害羞了，好一点了。其实他就是热爱这个音乐，并没有想什么，就是有多少多少粉丝那种也没有。我们就是希望能够，对吧，多一点的人关注我，他是没有这样想的，就是娱乐的那种嘛。谢谢秋风哥送来的鲜花，我把藏装重新穿一下，好吧？好，聊天的时候穿，让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有点往下了。其实感觉好累，就是浑身没有力气。身高170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个藏袍好像，哎呀，我真的穿不好哎，体重98。九十八是多少啊？98斤吗？哟，我有110斤呢。我本来有120，结果哎，跳舞和压力就把我瘦了10斤。真的，气死我了！啊。还是我们汉族方便，对，那肯定的喽。今年62，木哥你打错字了吧？
真的。28，反正也不是那种，哎，怎么说呢？哎，年龄的话，我看着就是比较成熟啊，真的，比较成熟，真的。看着现实中他们可看着就觉得我比较小一点，但是我感觉抖音里面我看着就是像30岁一样的，但是我是27呀，27真的，27岁呀。看你穿好吗？热死了，热死我了，热死我了，真的。好像这次穿好了一点。哎呀，这衣服本来就不好看，这衣服不好看。说了我们这丈夫穿的好麻烦。80。点点赞啊！我们家其实，说实话，通过我每天说，我们家点赞也是很给力了。现在真的，好吧，好吧，谢谢啊！你们都夸我吧，真的。我唱个歌吧，把嗓子清理一下。唱个歌吧，家人们。嗯，好，我声卡退了，好不容易买了个声卡吧，哎，运气不好，真的。先下了呀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尼玛哥，好，谢谢。